奶爸给他放的，特意给佳佳放的烘绒啊。佳佳出来先喝水，然后你看这边的奶爸奶妈都很宠溺的在这边看着他，这边奶爸奶妈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的三小只。佳佳一出来就喝了有一会儿的水，然后现在喝好水了。哎呦，直接上树。一转身，对，这是佳佳的风格。哎呦，哦，好好，笋笋都在里面。佳佳现在好好的吃，没有那个小捣蛋鬼过来给你捣蛋哟。Thank you.
哎呀，佳佳站起来是很高的哦。哦，擦擦脸。哇，佳佳站起来下肢好有力量哦，要咬断那个绳子。加油佳佳。里面还有东西吗？好像里面没有东西了，是吗？这个本身的形状有光吗？知道吗？佳佳也是很执着的。哦，有人拍鼓掌，佳佳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哦，真的有一根笋笋。哎呀，真的，佳佳又执着又有能力。
还有东西可以吃到，是饼干，是饼干吗？有可能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到的东西。嗯，它，但是它还在嚼，还在，它是。佳佳是不会放过一个可以吃的东西的，有吗？他很坚持的，你看他在往下面倒。我是有看到东西掉了，刚才。嗯，但他还背过去。好好笑，刚才没有拍到，生气了。佳佳把竹筒蜂蛹里面的好料都吃光了。乐乐出来了，妈妈把蜂蛹里面的东西吃完了，开始吃竹子了以后，乐乐就出来了，会加入妈妈一起吃竹子。小宝贝，有新鲜的竹叶哦。乐乐好像也闻到了什么味道。台阶也开始吃刚刚奶爸奶妈放的新鲜的竹子，现在是3:30，下午茶时间。你冰箱吗？可以，你冰箱吗？可以，那我吃了。乐乐又去看爸爸那边了，今天小家伙已经去了好几次了，真的。应该会坐到妈妈的，离妈妈近一点的地方。大家把竹小的竹叶子盖在脸上，乐乐就躺下来。
来这里帮助。对的，一步一步的接近妈妈。看看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现在？啊？前面黑色白色那个。冷了，坐在妈妈对面吃。在吃这东西的时候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哎呦，这么可爱的，那么多竹子，非要抢妈妈的。哎呦！哦，这个饼干的。哦。这个每一个小的对吗？对。有没有这个米椒。哈哈哈哈哈哈。看乐乐幸福得意的小脸，拿着就抢过来抢过去。哎，怎么突然就走开了？捡到一个什么东西吃呀，乐乐？五金宝。好几次去看爸爸了，这都不晓得第几次了。一出来就去看看爸爸。
们哦，看到我们了。因为我们在这边拍，他特意坐在这边。哎呦，乐乐真的是贴心的小熊啊。乐乐一直想跟这个竹筒玩。哦，乐乐站起来了，长腿小哥哥。哎呦，乐乐真的很像是一个要做大事的熊。呀，这不够哭。乐乐 is out。哟，乐乐听得到。奶妈在喊他哟。乐乐，乐乐过来。乐乐在想声音从哪里啊？有加餐哦。乐乐有加餐呢、哦、哎，快点去吃。啊，奶妈喊他过来，然后丢了竹子给他。哦，已经跟他劈开了。这是奶妈刚才跟他丢下来的，是特意给他加餐的。
你看乐乐自己吃也是能吃得很好，但是一旦和妈妈一起吃，他就只想从妈妈嘴里面抢过来吃，那就是一个小熊跟妈妈的撒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。其实乐乐是一个很聪明很独立的小熊，生活能力也很强。就吃得干干净净了。没有钱。哎呀，宝贝真会吃！哎呀，啊，
大家一
在还有播音机的课吗？他的年龄跟人不一样，他一岁好像相当于三岁，我们比三岁还大。哎，在看什么呢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哦。乐乐好像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。妹妹，看得到吗？靠在楼下的门旁边，门是关着的。其实楼上的门是打开的，但是佳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执着的非要进楼下的宿舍，结果就靠在门边，这样的情景还是很少见的呀，很好玩。刚刚其实佳佳在那个门外睡了很久，她就是今天很执念的要进下面，现在醒了就。靠在门边坐着。佳佳，今天为什么你这么有执念呢？非要去楼下？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有执念非要来楼下呀？楼上的门都是开着的。
你也不进去，你也坐在楼下的门外。那那不是直接出来呀、啊？厕所在哪？你看，那爸爸爸爸。看到不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在那边看到了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熊猫打哈欠。那个是这个手机里面去看。家真的有点固执哦，一直坚持在楼下的那个门外头等，就是不进去楼上的房间。哦，佳佳终于走出来了。佳走路总是大踏步的走路带风，哦，表现哎呦，困了，宝贝困了。去楼上的房门了。哎呦，啊，这是乐乐。乐乐，你出来啦！怎么又趴在后面睡了？我把它吵进去了。下午五
5:01的时候，佳佳带着乐乐。There's two of them. 返卡吗？佳佳乐乐，你们怎么不下来啦？哎呦，乐乐又进去了。佳佳在门口泡 SPA， 就是很舒服的，躺在水池里面，趴在水池边。乐乐呢，看着妈妈没有出来，没有走远，他就干脆不出来了。一切以妈妈为首是瞻，这就是乐乐宝贝。哎，乐乐出来了，乐乐出来找妈妈。哦，跟妈妈一起泡 SPA， 哦，抱着妈妈。抱住妈妈。哎，妈妈回去了，乐乐肯定又跟着回去。我俩都很认真的。我回家，我看到。宝贝又出来啦，后面肯定会跟着乐乐。妈又在那里，又在那边。哎，是的。现在佳佳乐乐，这个是什么操作呀？就是在门口晃一晃，然后进去。这次会不会走远一点呀？哦，来了来了，佳佳，佳佳来了。哎，乐乐宝贝怎么没有跟出来呀？这次乐乐也不跟出来。又进去了。哎，乐乐跟住了没？乐乐没有跟住来。看到他了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哎，小宝贝，终于把你盼出来了，乐乐，哎呦。哎呦，上树了，你看。哈喽，乐乐。哦。哎
喽。有乐乐现在的那个行走的路线跟佳佳也很像。乐乐在5:30的时候出来炫了一下技。哦，乐乐现在进去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出来。哎，在门口。哎，在门口跟妈妈。哎呀，好可爱。妈妈。妈妈开始了。哦，妈妈带着乐乐才跟过来。可是我要扶脚，我这样上步。我们是躲猫步，我们加个躲猫步。快点，我们是国际名模哟。哎呀，乐乐这个姿势。哦，可爱呀、啊！乐乐，宝贝，你去哪里呀？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！